同学们好，欢迎来到 iArt School 的课堂。现在呢，跟我一起走进民间舞。那我们今天要上的课程呢，是蒙古族的民间舞蹈。蒙古族是一代天骄的民族，那自然从它的体态来看，就是非常浑厚、宽阔、有力量、雄伟的。那所以在舞姿上呢，它就会更多的重心往后靠。那蒙古族舞蹈受贾卓光老师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出现的很多的元素动律呢，都是腕、肩、步伐。那我们现在来进行手腕子的训练，并腕组合，五个指头并拢往前伸，提腕，腕子往上提，压腕，手腕往下，始终注意掌心是推开的，不是窝着的，掌心推开，一二，一二，然后呢是走的腕子，学生呢很容易出现走手的过程，很容易做成在忽闪手，不要忽闪手，而是提腕。好，韩瑞泽，来，我们现在示范一下啊，就手伸直对着前面，对，好，我们提腕子，提，好，稍微侧一点，对，在给学生开份的时候呢，可以帮助他抓住他的手指尖，让他提腕，提，哎，手指尖始终是冲我的，而不要手指尖冲下面去，啊，不要一提手指尖冲下面。手指尖始终冲着我，啊，冲着前方向，提，压，提，压，好，这是一个过程，就是有大量的这样的练习，才能够达到我们后面的组合，啊，这是一个过程。那我现在的课呢，当然我们要一点点的开始，但是更多的需要这样的一些练习以后，才能够达到我的课堂所要出现的效果。那手腕子可以同时做，也可以交替做，也可以交替做，一个提一个压，一个提一个压，同时。还有呢，手心手背相对，顺方向的硬腕，哎，这都是硬腕当中可以出现的。好，我们现在第一个动作就是上下提腕，右手提，左手压，左手提，右手压，然后你做一下，六七八，一二，一二，一二。好，现在看到这个同学做的呢，他呢就是有一点上下这个空间太大了，可以把它再压缩，只在我这个环境当中做。来，再来一次，走，一二，一二，哎，就好一些，不要这样，啊，小一点，二，一二，体现出欢快，但是又很清脆。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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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腕子，手掌一定给上力量，不要松，啊，不要松。一，一，一，清脆，清脆。好，手收好了，我们来摆一下身体，斜的，斜的，从你的头顶到你的脚后跟是一个斜线。大踏步往前，是吧？好，手右手往前提，啊，还有再摆一下，来，右手往前，一，哎，可以别那么高，对吧？哎，好，往后二，压起，抬起，推起来，好，那好，看我一下，还有再看我一下，你看腿一二有一个推。推，倒，推，倒，推，倒，都要推回到中间。一，二，一，二，一，好，加上手腕子，来，慢点来，七八，一，二，一，二，一，二，一，好，在后面待一下，在后面待一下，对，那整个这个头。又是往后仰的了，好，侧面摆一下，
哎，头往后，对，扬起来，是前倾后扬，前倾后扬这么一个过程。好，回来，好，我们再做一次啊，再做一次，六，好，起步的时候看我，七，八，一，再看一次，七，八，一，好，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到这儿，做两遍，然后一个大的迈步，大，大，大步迈步，一，从下面挤上去，然后手跟我一样摆一下，摆一个，哎，圆的，是一个圆，然后旁腰，右边旁腰，左边的头往后靠，很辽阔，看得很远，哎，气势不一样，头往上扬，哎，这个手呢，哎，端得这么高呢。好，学完了以后，右脚往远迈，哎，这个重心，左脚抬起来，右脚伸直，五、六、七、八，两个慢的硬腕，那现在硬腕变了，是吧？从这开始都是变的，对吧？哎，你看，变成了手背相对，胳膊肘架起来。啊，变成这样，五，右，左，右，左，左，右，左，右，左，然后身体有一个慢慢往下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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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躺的过程，重心一，往右脚上踩，二，三，打四，六，七，打八，好，往下。手心在这儿，一、二，哎，胳膊肘就是拎起来。好，光着小臂走，一、打、二、打、三。好，看没有，胳膊肘是不动的，不要胳膊肘在那。啊，胳膊肘不要动，一、一点点，二。强调的是往左的这个重拍，是吧？不是平均的，不是一、二、一、二，而是一、二、三、四。强调的重拍，有浮点的，不是平均的。来，预备，五、六，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一个，两个，三个，再接着，啊，五、六、七、八，一、二、三，一个，两个，慢的，二、三、大、四，好，好，那我们现在连起来，一次前，一次后。一次前，一次后，大步上，啊，大步的，感觉这，反正你站在这儿，感觉绕过你，哎，走个步更大一点啊，来，预备，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大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很好。但是在这儿的时候，哎，这位同学很有情感，他所以表现呢，这个有点肩膀就上去了啊。不要一，二，眼睛看出去就行了，不要，哎，肩膀就全上去了啊。对，肩膀压下来，二，三，四，五，六，七，打八，好，好，这个不错。我们做两遍，下面一个动作呢，我们进行提腕交叉手，提腕这么一个过程，提腕交叉手压腕，提腕啊，有一个立胸腰挑上去，抬头压腕上步，那手呢在你的身体的前面啊，不要到旁边去，在身体的前面，前面四十五度，后背一样的拎住踩住，头和脚后跟一条斜线贯穿，啊，别松，啊，
拎住，往斜下方看，啊，感觉俯视下面一大堆羊群在那，啊，一、二、三、四，四的时候往后退，五，身体往后靠，是吧？身体往后靠，然后手是一个圆的，在这儿哒哒哒，右提腕，一，啊，再做一次啊，七，八，一，二，三，四，哒，五，六，七，哒，八，反面。那往回退的时候呢，你要表现出看了那么多牛羊，哎，心中的喜悦，所以往回靠的时候，五、六、七、哒、八，你的头的这个喜悦心情，后脑勺体现出来啊，五、六、七、八，一、二、三、四、哒、五、六、七、哒、八，一、二、三、四、哒、五、六、七、哒、八，哎，是不是头不会晃？感觉啊，哒，哎，往上拎，往上拎，往上拎，这感觉不够，哎，同时，哎，啊，好一点点，好一点点，对了，好，再来一遍啊，五、六、七、八，一、二、三，压下来，四、五、六、七、哒、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哒、八，好，这个时候七、哒，直接提，不要从旁边，没有时间，七、哒、八，直接从前面提。对，直接从前面提，然后同时把你的这个胸腰，哒、哒、哒，哎，挑上去。对，把胸腰挑上去，清楚了啊。清楚了，我们下面做下一个动作。身体，哎，在这摆好，你看前点地，身体压下去，对，身体平板，对，好，往外走，一，提腕，二，三，四，有一个左。右左跳，然后从下面走，右左右转身，再看一次，身体提八，提前交叉手，一二三四，压下来，五，身体摆住，摆一下这个手，对，整个身体是往右躺的，然后往回走，六，转身，好，转身的时候胳膊肘回来，胳膊肘回来，在这儿胳膊肘往上抬，有一个旋转，其实这个转呢并不是一个转，只是一个跳，其实就是我真正跳起来可能也就180度半圈，再看一次，来做一次这个跳，走走，哎，对，就这个东西，好，手和脚同时加上，一二三四，有点够，低下来，五六七，半圈，反面一样的重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是这个过程，然后我们在中间再加一个动作，一，胳膊肘抬起来，哎，有一点点像马步，对吧，你看，一二三四，踩脚腕子，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反面，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对，就这个过程。顶脚背，然后加上手，胳膊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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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胳膊肘呢，有近的有远的之分，近的远的，近的远的。低头仰头，低头仰头，身体冲斜的方向。来，你做一次啊，六七八，大一大二三大四大五大六七大八。好，脚呢不用抬起来，就顶出去就行，大蹬顶出去就行了，不要这样，这样反而轻了，是吧，给不上力量了。那我们把前面的动作合上啊，帮做一次脚和手，预备，我比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打二，反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五六七八。好，还有这，你做一次，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打二，走，三打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打一二三四五六七。好，那身体你要注意，在回的时候，我整个这个身体的面都敞开的，左边的肩不要这样啊，整个肩敞开，往后退，但是不愿意退，是这样退，是吧？好，之后拧身，对，整个这个身体的这个面展示出来，再来一次啊，六七八，一二往前勾，五六走，一六，小的大的，好的好的。好，这个动作不做了，往下一个动作，提旁腰，来，脚尖到你的手，身体一个斜线往后仰，左边的旁腰拉起来，两个手都是提腕下，两个手都压腕，我的屁股冲哪个方向看清楚，三大三，要起来腿搭，折旁腰，四，好，来，走，每个舞姿你摆一下啊，走，一摆好，哎，还可以再倾斜，这个胳膊肘下来点，二，哎，眼睛就看前面，就看准，对，那个东西看准，对，哎，手撑住，三，对，四，哎，旁腰，右边的旁腰。顶上去，五，放，轻轻的放，轻轻放，眼睛看住了吗？哎，看住那边的吗？对，好，再来一次啊，五六七八，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好，我说了还是要看住，眼睛不要低头，一二三不要低头啊，看住，三扬起来，这不看，哎，眼睛又亮出去，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八六，好的，来，自己做一次反面，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八六，好的，很好，哎，脚趾头再有感觉一点，啪，射出去，哒，轻的啊，哒哒，哎，脚底下的这个灵敏度啊，再做得更好一点，好，我们正反两边做一次啊，五六七八，OK， 不要左，哎，不要左，就是你的心情看上去，一二三四六六七，哎，后面再延伸那么一下，就会感觉到更加的轻巧一点，是吧？好，不做了啊，来，下一个动作，一样的，往后拉。哎，有一个拉，哎，拉，然后呢，感觉有个人推你，
要往前走，一拉，然后有一个推，有一个用你的腰把你的腿踢上去，对，单，扣，这么一个，啊，扶一下我，坐一下，啪，单，单，扣，这样的过程，啊，六七八五二三四，哒哒哒，很好，很好，很好，就最后三下，身体要灵敏，放，胯放出去，放出去，放，折回来，身体折回来，身体的这个肋骨的上下摆动，这样一个东西，啊，来，你再做一次，正反两面，六七八一。二三四，哒哒哒，二三四，哒哒哒，好的，很好，好，起来，好，接下来我们做在右边的圆，哎，右边的圆，身体是扬起来的，哎，脚底下呢，两个脚都是半脚掌，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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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步是吧？二三，一二三，做这个啊，五，戴上手，一二三，低的，一二三，啊，我们多做几拍，做六拍啊，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好，不要太沉重，很轻盈，不要。要七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六六啊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好好哎其实呢半脚掌和全脚掌上做其实感觉差不多啊不一定非要完全抬着半脚掌做啊，但是为了训练，就有半脚掌有半脚掌的意义，全脚掌有全脚掌的意义。好，下面一个动作，我们做往外推，导重心，有一个这样一个相反的一个着力，啪推出去，啊，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给一点点的肩，脆的，啪，牛头，大大。大，再低，啊，你做一次。那身体，你先摆一下。好，身体一直保持在这儿，然后先走左脚迈，对，然后身体一直留住，就整个身体是留住的这样一个旋转。好，来，再来一次，三个啊，这一下给足力量。马上就踩出去了，不要起左腿，不要这样，不要这个啊，腿就在地上。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的。这个动作，身体很关键，一定要身体面对着前面，不要。啊，这个是容易犯的一个问题，就是比较多的学生会留不住身体，找不到这个寒的状态，不要阳，是寒，寒住，眼睛盯住前面，然后有一个往上勾，再做低的，再做低的，啥？反面，一样的，留住，大，大大大大大大，啊。你看，哒哒哒哒哒哒，哎，左右左，左右左，往上，胳膊肘往上够。哎，来，预备，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好，
后面呢，我们接一个往前大的弯着腿啊，拐着的，跟前面观众做一个互动聊，哎，做一个互动的过程。那实际上呢，就像咱们说话一样，哎，怎么样？哎，就这样一个心态，怎么样？不错嘛，就这样一个心态啊。来，你做一次，五六七八，一、二、五六七，好，然后往后跑，是吧？往后跑，我们在这点一个旁腰。一个喊，一、二、三，肩五六七，一、二、三，五六七，然后一个转身，一、二、三，到这，好，我们来做一次啊，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走，一二三，哒，五六七八，二二三，哒，五六七八，一二三，哒，五，好，好，那往前走的这个，就要求我们压住，平稳，也就是，呀呀呀，开的胯，脚后跟往前推。要注意这个，是吧？半脚尖上走，要有这个气势啊！一下子贴着地上，像那个万马奔腾一样，像马，唰，压着地上的这种气势啊！来，预备，五、六、七、八，一、二、三，好，可以再拎起来吗？可以再拎起来吗？答完了，是。对，马上干净的收，五六七，后面可以粘一点，但是这一下啪，哒哒哒，不一样啊！五六七，头甩，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好。下面做的是画圆，我要转身画圆，用我的左旁腰。画圆的一个动力，再继续走，还是画圆，五六七，都是这边的画圆，是吗？想一想啊，我们的手，哒哒，五六七，两个提腕绕腕叉腰，提腕绕腕叉腰的过程，有一个这个做清楚啊。我们直接往回走，来，往回走，五六七八，一二三，哒，五六七，好，后面在这儿，哎，揉肩一次，手腕还是有，提腕压腕，提腕压腕，然后双手交叉。双手交叉，眼睛放电，看到前面啊！五六七八，走，哒，七八，一二，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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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回来，我们把刚刚后面的，我们想一想，连一次，从哪开始呢？从往前。一二三四，啊，对不对？啊，五六七八，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好，这个同学在做的过程当中啊，可能更多的想到了用上身。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是不对的。最好就上身不要动，尤其坐到后的时候，它就会这样摇起来了。没有这个，啊，不要加这个东西。那好，今天呢，
我的蒙古族舞蹈硬腕组合